그 어떤 곳이 앞서 나는 너무 이뻐. 我坐了，有啊，三点了。啊，三点了，还不行那个？在车上待什么鬼？哦，他们给他带你，你要给他。你先啊，好熟。我摆你啊！哈哈哈！还烧哎，快车。嗯，烧烧啊。给你通过吗？那我这个三度。我家在那边报完。 这个才一站，啊，应该写到新招了，要写到新招了，还烧哎，夸张哎，还烧哎，新招了，总可以吗？五点半，六点半，正，正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上到完，不要去的，说不是啊，有灯哦，就有灯过去就是啊。你刚，你刚没走？正，你不懂咩？你走一个行咯，点行去行去正？就是走出去十字路口红绿灯。 转右边是吗？这左就是啊，有桥上桥啊，就是啊。有桥。马里面的桥上面，这上去就是啊，不要走下面，下面红绿灯。你讲，让人家走那边那个讲。嗯。哦，这个就我本来讲了，你讲了，我快点写笔书没飞机。嗯。 开玩笑啊！哈哈，你看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所以有排啊那些。啊，开讲啊，有肯定要去那边吃嘛。我刚刚上那个。哎，他都知道看到吗？哎，他住那个艾莎拉外面。我已搞定了啦，唔使你，唔使你哦，得到到那个公园。 啊，搞定了。我们国国个变成换修了咯，唔系唔知换修了定换用啦，换用就当初咯。但是你换直接换新的不会很贵咩？还是不会，因为你有旧保单的关系。对，可是它是比你重新买便宜，它只是因为你是 upgrade 嘛，所以就比较便宜。啊，它是算便宜，它不像你直接买空的啊，买啊，不像你是空的这样子买。 啊，你跟他车走就对了。嗯，啊，因为他是艾莎拉，他在那个金那边玩左手，可是你不要跟他那个。啊，这边他是跟你一起走。我那都想先问你可以讲了嘛，可以知咯，因为那个都收回嘛。他住那个艾莎拉。几乎没有去啊。艾莎拉你不会去的啦，那边在那个里面。我只有最远跑过一次，就是那个哪里啊？阿罗加加要去打针。 我去到阿罗加加打嘞，因为那是海黑嘛，它很慢有位置的，然后我想要快点打哈，你放那个地区啊，就有个打。哦。啊，我老公是需要马吉斯达呢。马吉斯达那比较近吗？还没有。我还比较远。马吉斯达那比较远，还要经过苏阿乌那。嗯。比较远。你阿罗加加这这进这下去就是阿罗加加了。第二次是我自己去打，因为哦，他有事情他不会带我去。 然后过后就进去了，开了GPS啊，开GPS去哦，开那个West去就是了。然后下大雨，就好笑，第一次就跑两边就下大雨。挺快一路来拖单车的，相当于还因为买货攞翻嚟又冇方便啊。 以前我想来一桶买披萨的。啊。你买多少？买两个吗？冇啦，你一桶买的。啊。我特地跑来这边买。它的很新鲜哦。它不是真的啦。它的真的很新鲜哦，它的你拿出来脆脆的。我买昆山新疆有那个吗？那个啊，好多人啊。嗯。啊，很多人啊，如果你去那边，我等你要等很久啊。啊，等很久的。 然后自己去 self correct， 然后差不多半个小时多过重庆站。哦，不是，这边是小路，不是大路，大路是在外面。
少。然后我要讲，我跟他走自己走。哦，没有。还是我要吃过去旁边，你不要跟他走飞机场那边。对，飞机场那边。飞机场那边啊，这样我就要吃过去了。如果你吃不过，就直接走。没有吃过。他这边这去，然后往右手走走不是几公尺的就往左走，他就回去了。我们去飞机场。我们去飞机场。那飞机场这去也是出境的嘛，古龙凤来的嘛。我在飞机场你懂。啊懂。他们每次上次有去那边吃哪里？他每次就走过飞机场，他只跟我讲那边是可以去进的，但是具体在哪里，但是跟我不懂。带你去了，吃左手。你等住这辆车先，然后旁边环境，等住这辆车。它是向左的，要车道去那边的。我入咁嘅，房车入我屋企冇，你甩佢入，甩佢放低走啦，唔去入。这边啊，这档啊，这边都竹草啊。他的越南，他是越南老板来的。之前的快乐啊，以前我吃过，我觉得好吃，可是过后比较差了。他的那个越南排骨好吃。是。昨天我们吃那个排骨也是好吃的，浙江排骨。他还有咸蛋的那个。咸蛋不要吃那么多了。吃了啊，白呀、啊！吃的东西都会白，好吃的东西都会白。你不是你的一个啥，他们会退的。就后面退，那一个一个退哦。因为你退啊，他们会退给你。又好讲啊讲。他不退啊，你走不到吗？对哦。没有，我有带推加了，我厉害。你没有给他退啊？我带推加上我的。他不退给你，他也是。哦，那个没有证的，我给他收起来了。好。OK， 好。OK。还是不是感觉有几公斤？肯定没有电的啦，一定会没有电的。一直按着那个电话，一定会没有电的。半天你就穿到买我怎么搞？良心，我是打高打的。我自己打的。哎呦！我同妈咪讲，我哋大家打出嚟啦，或者喺边攞住电话，等我冇电嗰度搞。你讲攞，一入可能半细架，一个大架都唔会攞。梗系啦，我细架噶嘛。睇工啊，一個人行嚟，一個人翻，都冻差。
为他没有红绿灯吗？你就是要看看着自己过，啊、就不会过。没有车就过啦。就是因为车很多，是吗？可以啊。我就卡住在那边，准准卡住了啊！第二辆啊，我那时候那好笑。然后我一打 reverse， 全部一起 reverse 了，全部推哦。这边的198的。看我就那个，妈呀，没有骑耶，跑路了耶。然后就是走了。就是走。红绿灯的时候走。对，那个就是正啊，那不是正，那是 Global。再走过一点就是正。你能接的接不到红绿灯。啊？你能接的想接到红绿灯。我管接到红绿灯，我偏计。傻噶，我邊可能會坐喺嗰度。我今日專門夠灰有食咩食嚟用？有咩？食早早餐。有咩？你問你幾好？我話冇問我。今日有食嚟用，有先食用。我哋今日想去揾嘢嘅咧，揾到冇嘢食啊嘛？我哋冇揾唔到嘢食啊？賺啦！一個紅綠燈8000蚊。嗯，對呀、啊。這個是一個紅綠燈就要賺。是一个红绿灯，十字路口，那大的十字路口。你测一点，他会测一点的，一人测一点的。我之前有一次不小心跟着 GPS 误打误撞进到钢洞嘛，然后就一辆车，然后跟我测一点测一点哦，我还不是很会测，那老人看我不是很会哦，他直接索性测到旁边去。是啊，就是这样子。他看我不会哦，然后他就直接让我，他直接转去人家家里面。他有不是那个证明是他有位，他可以测到里面，他就测给你啊，是这样子的。驾车啊，打个比你是对面那辆啊。你这边已经测不多吗？那边你可以测啊，你可以测进去。没有，他是 reverse 哦，退后一点点，完全的啊。正常的驾法来的吗？
本来是打算我们一人一点的，可是哦，我吃不到，因为那时候才拿刀不久嘛，我吃不了嘛。然后我看我就是一直推一下筋，一下推一下筋，然后就推。然后回我们就进到我的店里头来。哇靠！店里头都翻了哟。我的意思是讲，你就知道几样行啊，几样行。啊，然后我们吃饱了啊，那个车就是往回去大陆，就是这次走到完就是 Desco 了，那个 Central 的 Desco。是啊。这走到完，就是 Central Desco 没有转，有桥你上桥就是了，你不要上桥走下面等龙井的路。我看不到 Desco。前面就看到 Desco， 可是好像不是从这边来，你就看到从那边来。嗯，你走前面就看到 Desco 哦。很久啊，那时候。哎呦，可是我们全部开到很远去打就对了，那时候。新加坡比较好。新加坡打针，自己选，自己选地方，自己选热情，自己选时间。你要选晚上就晚上，你要选早上就早上，你要选中午就中午。对，因为它方便你们做工。你在第三针哦。因为它方便你们做工嘛，你看你们没有时间嘛。我规定要打第四的嘛，你们。我们没有规定，没有强制的。没有强制啊。啊，他有这样叫你打，他没有强制你要打。第三是强制的。第三是强制啊。啊。现在没有了。还没有强制。打了第三次哦，那我想你收入都够我，真的。没有啊，我今天走的路啊，他没有改到嘞。可是那个哪里麻利的全部没有改，他跟我就是不熟。如果没有改，不熟。这个是没有改到的，这个自动改动。
这里。那个箱什么好啊？啊，对。Lotus。放那边啦。Lotus。你那边位置大一点嘛，你放大一点。Lotus。然后头这边红带。Lotus。啊，有。嗯。Lotus 那个件。嗯。拿住。嗯，这拿一个给你拿，这里带。这么这么大个位，你不要留着的。那你留，你问不是好处吗？对呀。咱又得面粉来找。